Magic Pro 旗下的 Pro Mini 产品线，最新推出 Power Station 4T USB 充电器，机面的四个 USB 接口最高可以提供 4.8A24W 输出，备有五个的转换插头，适合不同的国家使用。除产品还附上 Travel Case 和高质的铜制充电线，只需一个充电器就可以满足多台装置的充电需求。Pro Mini Power Station 4T USB 充电器主要针对经常旅游或者出差的用家，机身采用灰黑色的 ABS 加 PC 物料提升坚硬度，尺寸为54×43×55mm， 重量只有 124g， 支援 100-240V 50-60Hz 的电压，可以兼容不同国家的电压规格。充电器采用金换式电源插头设计，附连五组适合英、美、澳、欧、韩和日等地使用的插头，配合不同国家的需要。供电方面， USB 1+USB 2 ports 和 USB 3+USB 4 ports 分别是两组共用 2.4A 输出的设计，最高输出为 6.8A 34W。 除产品附连 Pro Mini 80cm 铜制充电线，线材采用 24K 镀金接头， 4N99% 无氧铜搭配 TPE 物料，适合高功耗的装置进行快速充电。针对产品的安全方面， Pro Mini Power Station 4T 提供过流、过载、过温和短路保护，还通过认证符合国际安全标准。加上 Magic Pro 为产品购买全球性责任保险，用家使用的时候就更加安全。